让你的下一代有好的福音，有好的环境，是，这是你我的责任。谢谢，谢谢这群小朋友，我们谢谢他们。接下来我们更精彩的节目在后面，就是这个团体非常特别，他们的名字叫磐石天津警团体。我们一般看到说警察辛苦会怕，他们说不用怕，我们是基督精兵。我们请杨牧师。大家平安。好，我们是磐石教会的兄弟团契的其中一个小组，叫天军警福音特工队，就是为了响应总会的101宣教。那磐石教会有建议在21世纪的开始，我们看见警察这一块区还有军人已经开始松动，福音的这个种子已经开始在他们的当中。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看见当中，我们感谢上帝感动了我们教会的这些警察的军人。目前在我们教会有20几位警察跟这个军人，但是今天因为很多人在待命，所以只派了8个人来哈，应该至少今天有15个人来，但是我们知道最近的活动很多，所以有大概一半的人是待命。那这些人过去都是在酒瓶里面打滚的一群人，那他们重生得救以后，站在前面的几乎都是我们教会的长子，他们一信主哈，全家人都到教会。其中有一位警察是所长，他的女儿已经在台南神学院念书。好，这个时候我们就请他们站。好的，欢迎他们，有热烈的掌声。有基督精兵，天国精兵，没有通过吗？磐石教会福音特工队出列。哟，哎呦，天龙特工队。
手。摆在下面。我们再次拍手，谢谢他们，继续欣赏他们下一首诗歌，谢谢他们。嫉妒你。感谢哈啊，配合他们紧紧的动作，让我们感受到他们身穿衣服是警察，不过他们的心里面我是基督精兵。阿门。我们可以确定，我们教会的警察通通没有中风，因为他们的脚都没有歪的，都是正的。意思就是
当警察到教会，他会是世界的好警察，教会的好基督精兵。哈利路亚。好，我们这个时候继续下的时间。